好，台湾奇景在宜兰县，这位老先生喜欢吃槟榔，他从路边捡了一只小松鼠当宠物，没想到这只小松鼠模仿他也喜欢吃槟榔。深棕色的小松鼠爬来爬去，等到主人拿出它的最爱槟榔。小松鼠眼睛一亮，立刻飞奔到主人手中，埋头吃啊吃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一旁小朋友都看傻了眼。啊，吃什么？这是槟榔，真觉得很奇怪。哎，小朋友可别模仿，这可是这只小松鼠才有的专利，而且吃完槟榔还要喝喝餐后饮料啤酒。宜兰头城这条自行车道，每到假日就成了这只小松鼠的吃槟榔表演时间，大人小孩看得开心，但这会不会有虐待动物的嫌疑啊？基本上我们会觉得它这是一个分享的动作，应该没有到虐待骚扰的程度。主人强调，小松鼠不常吃槟榔啦，主要还是为喝喝牛奶。看看小松鼠双手环抱小小牛奶瓶，架势十足，不仅可爱指数破表，也让主人摊贩的生意好得不得了。中央新闻林医生高佩蓉，宜兰采访报道。